啊，这个是夹蛋，那我们看这里，看这边啊，这里啊，这个你看有夹蛋，第一个是加油站啊店，第一个是电池吧，所以是两张单送两个人啊。第一个先送的是，我们看到可以看先送水，啊，先送加油单送，啊，这是夹蛋，那我已经抵达这边了，啊，那这彰化有加油店，我看它是有四项，说看一下内容啊，啊，他第一个取单是说，他一个下次取单说，我第一单先取了，啊，我就划开，我已经取单了，我要划开，啊，下一单，啊，那我现在去，要去那个加油的定时吧取餐了，好，啊，那我去定时吧取餐。F8 都已经在这边要取餐了，啊，第二，这是第二餐取餐，取完餐之后，啊，就要开始配送，是第二餐的取餐是，啊，第十八号咔咔配送，前往下车或配送地点小东路七号，在金马路二段右转，所以他把它缩小一点，它会有第一个配送点，第二配送点，哦，那我们就是照它的啊路途去配送一样。这个第一单是在门口配送，哦，那个第二单它没有显现，所以我们就照着它路线导航去配送，哦，这是啊两单的配送方法，就是